我是妞妞，今天和我要介绍的是寿司。你们喜欢吃寿司吗？我现在就要做寿司。你们看后面有做法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要拆开来咯。了解。现在要开始做白饭咯。滴到这个椭圆形里面，我们要倒粉，要搅拌，这样子就变成饭了。我捏捏都，哇，都不会黏。做鱼肉咯，也是一样，先滴水全部倒，搅拌均匀。有草莓味耶。蛋蛋这边也是一样，先加水。我要把蛋蛋粉倒到这个格子里面，要轻轻的，不要太大力哦。这个先放到旁边等它干。现在要做海苔，把它撕开，然后要分一半。要把这个海苔用的跟这个一样长哦。海苔做好就像这样。现在是要来做鲑鱼卵，我现在要加 A 的水，不要超过线，一样。现在要倒 B 的粉粉，也一样搅拌均匀。要倒 A 的粉，不要倒上橘色跟蛋蛋，也要搅拌。橘色的水滴到蓝色的水里，这样子才会变成鲑鱼。把所有的饭饭都像这样子做的一坨一坨。饭饭完成了，把蛋蛋切一半，要从正中间把它切，然后捞起蛋蛋放在上面，用寿司鱼也要切成两半，放在饭上面要轻轻的哦。好，把饭包在海苔，把鲑鱼卵放在饭上了，先把它沥干。耶，完成了！你们看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要开动喽！哎呀，被我夹住。完全没有蛋的味，就等于尿尿破啊！65分。